你知道吗？王一博一年三部电影都破8亿了，这个数字是不是让你感到惊讶？春节档的《无名》票房9.31亿，创是国内文艺片最高纪录，获得68个里程碑成就；五一档的《长空之王》累计票房8.45亿，获得55个里程碑成就；暑期档的《热烈》上映15天票房搜8亿，也是目前体育竞技类作品成绩非常突出的 TOP 一直可待。那么这个惊人的成绩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让我们来分析一下。首先，王一博作为新生代演员的代表，拥有强大的粉丝基础和广泛的人气。其次，他的演技不断提升，口碑也越来越好，吸引了更多观众的关注。最后，三部电影题材各异，满足了不同观众的需求，进一步扩大了受众群体。这个成绩真的很了不起，你有没有为王一博感到骄傲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想法。